月三十日深夜，江疏影在个人社交网站更新了一张戴可爱发带自拍的照片，并留言道：“面膜敷完脸也不能浪费哦。”照片中素颜出镜也依然那么美的江疏影，头上戴着粉红色的卡通发带，对着镜头自拍，整个人少女味十足。然而，照片的焦点却是她身后敷在脚上的面膜。这样的面膜再循环利用，可以说是逗趣十足了。粉丝们也纷纷响应道：“哈哈，我们江江这么可爱的吗？下次我也要试试用面膜敷脚，向你学习不浪费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